KHM608 数控钻洗中心，重型卧室机架，稳定性强，适用于板式家具，各类门板的开槽洗型钻孔，满足各类隐形拉手拉直器、铰链孔等门板工艺加工需求。总线驱控系统界面清晰，操作简单，可实现软件 MPR 格式对接，系统内置多种加工模块，弧形化参数输入，选配扫码枪可实现扫码加工。6000瓦垂直主轴搭配一个3000瓦45度聚片主轴，一个 2.2 千瓦水平主轴，垂直方向配备6个刀库，可根据工艺需求快速自动换刀，高精度对刀仪，自动对刀，方便快捷，可移动气缸锁紧横梁，轻松调节，满足多工艺需求。升降式定位气缸，加强压料设计，保证加工精度不跑板，自动侧后，孔位更精准。牛角拉手，火箭拉手，内扣拉手，平角拉手， U 型拉手，铰链口，天地铰面，拉直器，红外线扫孔加工，水平孔，45度拉米诺，门锁孔，多种工艺造型一气呵成，一键开启自动化生产，助力打造智能工厂。